各位好，欢迎收看《禁忌史话》，李素对话温相，我是李素。温相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呢，出现过无数个冤假错案。在毛泽东时代呢，涉及层次最高的有两个案子，一个是国家主席、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的案子，另一个呢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林彪的案子。林彪的案子呢，迄今悬而未决；刘少奇的案子呢，已经被中共确定为冤案。但是呢，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刘少奇案本身，而是要谈谈他的夫人王光美，在刘少奇案平反和平反以后几个重要的这个举动。王光美啊，她是刘少奇的这个第六任的妻子，也是最后一任。王光美呢，是1948年加入中共，同年嫁给了刘少奇。1967年在文革中呢被关进监狱，直到1978年才出狱。在她出狱之前呢，丈夫刘少奇呢被迫害致死，迫害丈夫的毛泽东死了，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被抓了，文革结束了。那么王光美出狱的时候呢，刘少奇还没有平反，所以呢，我想先问一下王光美为刘少奇的平反做了些什么样的努力，温相先生。好。这个问题啊问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王光美具体说起来呢，是在1967年11月20号被抓进秦城监狱，他的监号是67130，这个王光美自己记得非常清楚。到了1978年12月22号，他被宣布释放，但是直到12月31号，就是1978年的最后一天，他才从这个监狱里边放出来，同自己的家人，比如说他的儿子刘源他们这些人见面，这个时间长达11年之久。王光美自己后来口述过他在监狱里边受到的种种的非人的待遇啊，都是令人发指的事情。他出来以后，说实话，人虽然放出来了，但是由于刘少奇的案子没有最后了结，包括王光美自己头上戴的那几顶帽子也没有完全摘下来，所以后来刘源包括王光美这母子两个人回忆的时候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王光美刚被放出来之后，就有人警告王光美说，现在呢还是非常的时期啊，不要到处乱出啊，虽然放出来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如果你随便外出的话，安全我们是保障不了的。这个话呢听起来非常让人感到生气，因为那个时候王光美他们放出来的时候是住在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是在厂桥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是金台饭店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王光美当时非常气愤听到这种类似于警告，就是说把他等同于一般的那种监狱释放犯人是画在一起的。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王光美的处境还是非常危险。于是呢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胡耀邦的女儿。胡耀邦的女儿把这件事情又告诉给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发话让王光美搬到翠明庄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居住。这个环境呢就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刚才你问到就是说王光美为刘少奇的平反做了什么努力，这个毋庸讳言她的这个丈夫遭遇的这种空前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她一定会非常卖力气的为之奔走呼号。但问题是这个案子说穿了是通了天的，对，大家心知肚明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刘源回忆的，就是刘少奇的那个儿子，他回忆的，他说当时呢陈云家里是住在北长街，离他们住的这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翠明庄很近。有一次刘源陪王光美散步，就正好走到陈云家门口，因为事前没有通报，所以就对这个警卫人员打个招呼，说我们是谁谁专门来看望陈云同志的，如果陈云同志方便就接待一下我们。
警卫把这个事情通报上去之后，陈云马上就出来，把这个母子两个人接了过去。接进去以后啊，陈云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你们家的孩子这么多年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一封都没有丢。”然后陈云就指着其中的一个抽屉，说：“这个抽屉里装的都是你们家，就是刘少奇的这几个孩子给他写的信。”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包括当时刚刚复出的陈云，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很清楚刘少奇这个案子是什么性质的案子，对吧？嗯，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王光美为刘少奇的平反做了哪些努力，关键是上一级、上层怎么看待刘少奇的平反昭雪问题。嗯，这里边最重点的一个人就是胡耀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耀邦在这里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刘少奇这个案子不会在1981年11届五中全会上给翻过来。嗯，你看这里呢，我举一个人的口述，当时是在1978年11月份，当时正在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的副局长贾素平，他有一个回忆，他说1978年11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关于薄一波他们61人案件那个事情呢，做了一个了断，这个案子就等于说把薄一波他们逐渐就解放出来了。嗯，而在这个时候，要知道啊，1978年11月下旬，这个时候王光美还没有放出来。刚才我说过了，时间点是在1978年12月22号，王光美是正式给放出来。在11月下旬的时候，有一次胡耀邦跟贾树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胡耀邦就问贾树平，他说61人的案子翻过来了，那么你对刘少奇这个案子怎么看？贾树平就说了一句话，因为他当着胡耀邦面他敢说一句真话，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一看就是冤假错案。嗯，胡耀邦说你这么说就对了，我们下一步就着手准备刘少奇的案子，你马上你们干审局拿一份意见出来，我把这个意见往上边送。这样呢，两个月以后，就是1979年1月份，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刘少奇的案子终于摆到了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李先念、汪东兴这些人的桌子上。啊，这样呢，刘少奇这个案子才开始曙光出现。即便是这样啊，1979年2月份这个案子开始正式被高层过问，但直到1981年2月份才算是给平反。嗯，这个中间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哎，也就是说这2年当中，作为刘少奇的未亡人王光美，嗯，虽然主客观上都做了很多努力，但真正推动这个案子平反的恰恰是胡耀邦。对，所以胡耀邦在1989年4月份去世的时候，第一个到胡耀邦家里送花圈的就是王光美。哎，当事人最清楚刘少奇包括他们一家人啊，能够反转过来靠的是谁。这里边呢，我顺便说一下啊，当时这个案子就是刘少奇这一家人到底有多惨，就是说除了刘少奇死在开封以外，他的大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二儿子刘允若被关入监狱长达8年，放出来以后马上就去世了。嗯，大女儿刘爱琴给直接关进牛棚，刘平平啊，就是17岁关进第一监狱，后来送到军马场劳改将近10年。刘元多次被抓被关，17岁放到山西晋北插队，干最强的体力活，一天只赚1毛1分钱啊，有零有整的。嗯，包括他最小的那个孩子，小小就是刘潇潇。6岁的孩子一上学就被同学打，打的是头破血流，非常惨。这一家人，嗯，这个正像你所说的，其实当时王光美不管做什么动作，是告还是去找谁，其实中这个上层已经知道这件事，对，而且已经把这个提上议事日程了，对，但是仍然要那么长时间，对，才把这个事儿最后解决。因为
这件事情，刚才我讲它是通天的，所谓通天的，对，就是直接关系到毛的功过是非。因为毛在这个刘少奇这件事情上，说实话，即便是党内这些左派们啊，像李先念这些人，邓小平这些人，其实都是左派吧，哎，他们都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事儿做的是太过分了。你看王光美和刘源他们母子俩后来有一个回忆，说当时他们还没有平反的时候，作为毛最早的机要室主任，就是杨尚昆的亲信叶子龙，跑到他们家啊，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就是连叶子龙这样跟随毛几十年的人都说，就是毛对待刘少奇太过分了，谁都可能反毛泽东，叶子龙说唯独刘少奇不可能反毛泽东，因为刘少奇对毛是始终的彻头彻尾的忠心耿耿啊，把这么一个人用这种莫须有，就是说必须有的罪名搞掉，这不仅仅是令很多人寒心，也令很多人胆战啊，基本是这个状态。嗯哼，这个我想当年的这王光美应该也知道这个重大的障碍，就是说那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障碍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所谓的两个凡是，毛泽东决定的事情很难推翻。 对，还有一个主力呢，就是来自于周恩来，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刘少奇专案是毛泽东啊直接定盘的，然后具体交给江青、叶群、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萧华这么几个人办，萧华中间垮台基本是忽略不计了，但是这里边从头到尾主抓这个大案子的，包括在里边写了密密麻麻批语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人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老婆邓颖超还在。我们先放下周恩来不表，我们先说这个刘少奇这个方案。你刚才说是到了1981年终于决定给他方案了。对，1981年，哎，11月11届五中全会上才决定的。那么这个方案最后他是怎么定出来的呢？怎么决定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要翻了他？因为把刘少奇这个案子翻过来以后呢，毛的这套就是文革十年的这套基本上就翻的差不多了。嗯，哎，就是说文革这个东西不仅从组织路线上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路线上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文革号召打倒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党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号称最大的保皇派。嗯，刘少奇不再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文化大革命自然也是师出无名。对，所以你看这个时间也能看出来，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给刘少奇平反，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华国锋就是全面缴械投降了。是，哎，就是确立了这个邓陈的体系。对，啊，基本上是这个状态。而且当时已经确认，文革是十年浩劫，是一场错误。那么既然是一场错误的话，这个最大的被打倒的这个人，人们如果再说这个打倒的是正确的话，应该是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对。而且刘少奇要是不平反的话，邓小平首先他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名义重新站出来，因为当年是刘邓桃嘛。对，哎，他是吃了刘少奇的瓜烙的。嗯，哎，所以刘少奇这个帽子必须摘掉。哎，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啊，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能把刘少奇这个案子翻过来。王光美在这里只不过是起到一个说实话连穿针引线都算不上。是啊，但是听说王光美在后来在这个刘少奇葬礼上面对他这个悼词的内容上，王光美还是着实的反击了一下，挺起来站起来，这个说了一些有骨气的东西。对，确实有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呢这个悼词里头原文要增加一句话，就是说刘少奇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这在当时其实是一种很高规格的褒扬。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把这个文化大革命翻转过来，但是大家都认同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错误的思想不等同于毛泽东思想，错误是由林彪、江青、这个陈伯达、康生等人承担，嗯，
毛泽东是功劳第一，错误第二，啊，所以呢，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成为亲密战友这句话，其实对于家属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抚。对，可是王光美不仅不赞成，他还是反对，甚至他提出来这句话必须删除。如果这句话继续放在悼词里边，他宁可不参加这个追悼会。所以后来王光美这个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以后，邓呢就同意了，这句话就给删除了。而且有一点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刘少奇的悼词里边，被砍掉的不仅仅是最亲密的战友这段话，嗯，就是说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刘少奇的悼词里边只出现过两次。嗯，一次呢就是说刘少奇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这就指1935年以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河北，这是陕北转战前夕中央工作的分配。只有这两个地方提到毛泽东，因为这两个地方提到毛泽东，咱们说这是一种正常历史的反应，根本没有任何情感方面的诉求。对，所以从这个悼词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刘少奇的家属，特别是王光美，当时把他们家跟毛泽东之间的距离画的是一清二楚。嗯，哎，这实际上也是反映他们最真实的情感。嗯，哎，他们对毛的那个心头的那种感觉，从这悼词里边就反映的非常明确。嗯。当时这个追悼会上面念悼词的，应该是邓小平，对吧？邓小平，对，嗯，这个悼词里边还有一件事啊，值得提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啊，这个悼词里边是不评论这个人的功过是非的。嗯，你看那个当年1972年陈毅去世的时候，原本悼词里边说陈毅同志在历次斗争当中有功有过，嗯，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就给删掉了。毛泽东说功过不宜在悼词里边进行评价。嗯，包括后来南京军区顾问王进山，他去世以后，就中将王进山去世以后，悼词里边也有一点负面的东西，送到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那里，杨尚昆也给删除了。嗯，所以从这个一大一小两个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悼词就是正面的表扬，对，盖棺论定嘛。嗯，哎，但是刘少奇的这个悼词里边很有意思，他这么提到的，他说刘少奇啊，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对内对外的政策。这段话实际上咱们说通过悼词里这边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刘少奇的平反整整在1972年2月拖到1981年2月。嗯，这里边其实跟华国锋、汪东兴他们的阻挠没什么实质性的关系，而且华国锋也同意给刘少奇平反。嗯，关键一点在于还是在于毛泽东身上。对，因为中央必须为毛泽东遮羞。对，毛把刘少奇搞得这么惨，刚才我已经讲了啊，包括刘少奇的家人搞到这种程度，这个事情如果如实的把它披露出来，毛这个人的形象就根本站不住了。所以一定要在悼词里，哪怕是家属对这个问题有所纠结，那也管不了了。就是说伟大领袖当年搞掉刘少奇不是一点原因没有的，因为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嗯哼，嗯，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整个高层为毛泽东集体遮羞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里边包括邓小平吗？当然包括邓小平。嗯，如果没有邓小平拍板的话，这个东西是出不来的。嗯，你看到刚才我讲了关于亲密战友的那段话是要送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删除才能删除。哎，但是邓可以做那种让步，但是这个让步他是绝对不会做的。毛泽东这杆大旗还是不能倒，必须要扛着。对，哎，四项基本原则也好啊，包括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罢，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嗯，
但是好像据说邓小平后来跟这在这个葬礼上面跟这个王光美说的时候，还是对他表示了某种的祝贺，说这是个好事，胜利了。是，因为这个呢，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最便宜的安抚嘛。嗯，其实当年说刘邓、刘少奇、邓小平，其实邓小平跟刘少奇没有任何的私交。对。而且他们两个人完全是两个不同轨迹上奔跑的列车。对，邓实际上是毛派，邓是毛的嫡系，对，这就不用讲了。哎，对对，他是典型的毛派。对，哎，他只不过呢是因为工作上两个人有交接，是，所以后来在九大上啊，毛不是提出来不能开除邓的党籍嘛？对，哎，这个是不一样的。嗯。那我们现在捡起刚才这个话头，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周恩来的这个情况。周恩来他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他写了很多不利于刘少奇的话，尽管这些话都是假的，都是冤的。那么在据说王光美在出狱之后，开始的时候还是相当感激周恩来，认为周恩来还是对他们不错，周恩来还是进行了一些保护。后来王光美的态度听说是有变化，对不对？对，就是说，嗯，当时呢，这个变化，我记得以前啊，您采访那个高文谦高先生的时候，嗯，他就提到过这个事儿。对，这里呢，我就沿着高文谦先生当年说过的话题，我再补充一点。嗯，就是说刘少奇这个案子当时拿过来以后，中纪委这几个主要领导，从陈云开始算，陈云啊、胡耀邦啊、邓颖超、黄克诚这几个主要的中纪委的头头都看到这个卷宗了。但是邓颖超呢对刘少奇这个案子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态，这个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才披露出来的。嗯哼，从邓颖超的这个态度我们就知道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到底有多大的股份。嗯哼，你看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他有一个回忆啊，他那个回忆很有意思。他说罗瑞卿他们刚出来以后，周恩来根本就不想见这罗瑞卿，当然周恩来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了啊，也不行了。但是呢到了后来，就是说罗瑞卿彻底站出来以后，这邓颖超跟罗瑞卿家里的关系一下子又变得非常热络起来。嗯，哎，这就能反映出邓颖超这个人的态度。因为罗瑞卿这个案子里边周恩来掺的股份是很小很小的，嗯，所以邓颖超做出这种姿态或者有这种转折，大家一点都不觉得突兀。可是刘少奇这个案子他转不过弯来了，嗯，他没有办法转过来。嗯，哎，他做的事儿太多了。刘少奇专案里边很多重要环节这个批示啊，具体去接触什么什么样的人，让什么什么样的人的外调材料来证实刘少奇有什么什么样的罪行，这些关键环节上面都有周恩来的签字。嗯嗯，这个东西如果一旦翻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嗯啊，你再说你是被迫的或者说你是违心的，这个恐怕连傻子都不会相信。哎，因为一个人违心去做一件事儿，和他心甘情愿做一件事儿，落到笔上啊，落到纸上，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是，哎，你说要不叶群有那句话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你只要看了这些东西，你一下子就明白这里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这个王光美后来他是知道了内情才对周恩来的态度改变了的吗？他怎么知道的内情啊？对，那这个就这个很正常，因为到了后边就是到了80年代中期，那有很多这些材料陆陆续续就都出来了。嗯，而且他们之间，尤其他们平反之后重新恢复待遇之后，这些干部家庭他们之间也互相走动啊，这个你给我消息我给你消息，然后还有很多啊，你像这个罗宇这个
罗瑞卿的儿子，你算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只不过是给他爸当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他的回忆录里边都讲这个话，他说胡耀邦告诉他，当时中央文革的很多这个材料是放在西山的一个这个山洞里边封存。你就可想而知，像罗宇这样的人，他都能知道这种消息，那何况王光美，对吧？他在被打倒之前，刘少奇在党内长期20多年居于第二号人物，他们家再怎么样啊，百足之虫嘛，对不对？哎，他肯定会有些人脉的，这方面想了解不是很难的，哎。据说这个王光美后来对于任何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不管是电影还是会议，他就不参加，完全不去参加，尽管得到邀请。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而且你看王光美晚年，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他搞的那个王光美访谈录里边，他几乎很少提及周恩来。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逻辑啊，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中国人，咱们看那个电影就能看出来，他特别恨这个日本鬼子，对吧？但是呢，在很大程度上，他对汉奸的仇恨要超过对日本人的仇恨。啊，你看这个日本战犯，在50年代、60年代，后来陆陆续续，大部分都放掉了，对吧？哎，可是这个对汉奸的处理，那是丝毫不手软的。哎，所以在王光美心目当中，周恩来大概就跟这个汉奸形象差不多。哎，老大呢整这个老二。啊，这个在他们看来，皇上整二把手，整太子，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周恩来在这里边起的这个作用，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哎，基本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意思。哎，我们说到这个皇帝哈，我们再折回来说这个皇帝。那么当年呢，王光美跟毛家是要切割，跟这个毛泽东是要切割，坚决不沾他的边儿。可是，在他这个晚年里边，他做了一件最让人吃惊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刘家和毛家重新撮合到一起去了。我们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事儿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其实呢，这个事儿要从当初就是王光美刚刚给放出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段子，啊，这是王光美去世以后啊，他身边的这些阿姨呀，包括他的这个亲属的一些回忆，就是说王光美刚放出来不久，他就知道江青的那个女儿李讷，啊，当时呢这个情况不太好。说这个李讷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呢，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于是呢，王光美就带上他们家的那个很有名的保姆，叫赵淑君，啊，赵淑君这个人，赵阿姨在王光美家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啊，曾经是刘少奇、王光美托孤的对象，带上这个赵淑君呢，到李讷的家里去探望，帮助料理李讷家里的家务。李讷当时的儿子啊，就是王孝之，毛泽东的外孙子。王孝之只有8、9岁，所以他到今天他还记着。他说王光美奶奶呢，经常在那个时候带他去游泳。这实际上就是说，在刘少奇案子平反之前就有这个动作。后来呢，他们还有人回忆，就是说李讷结婚，就是跟那个中央警卫师的那个干部叫王景清的结婚的时候呢。王光美是专门送了礼品的，而且平常王光美也会带一些日常用品上门去看望李讷，而李讷这个找对象结婚这个事情，王光美也插手了，帮着这个张罗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王光美晚年，啊，由他出面把这两家人聚到一起，他不是说完全凭空掉下来。他之前他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哎，这个过程他呢，开以始还前，是应该有真正的同情心，对不对？对，他这种同情心呢，后来大家在一起，包括他们圈子内部的人也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如果从正常的这种夸王光美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王光美这个人宽宏大量，对吧？不计前嫌。虽然李讷的妈妈
在这个刘少奇这个案子里边，江青起了那么坏的作用，但是啊，爹妈是一层，子女是另外一层，啊，这就彰显出王光美这个人的宽宏大度。但是我认为可能问题不仅仅于此，这里边呢还涉及到一个他们这些家族之间的一个固有的这种交往的方式，啊，就是说，你像这个大清朝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多尔衮。啊，当年呢，啊，威逼过顺治皇帝，差一点取而代之，对吧？所以这个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亲政，清算多尔衮，多尔衮这一支呢，就算是败落了。可是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亲自出面给多尔衮平反，而且赐封睿亲王是铁帽子王，一直到清朝灭亡。所以在他们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来讲，我们家族里这些人都是好样的，都没有错误，即便是错误也是肉烂在锅里，不存在不共戴天这个问题。嗯，哎，因为我们的一颗心都是向着咱们大清朝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王光美跟李讷他们之间啊之前的那种交往，包括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聚会，可能就更顺理成章一些。嗯，这坊间所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最著名的一次活动，就是两家欢宴在一起欢宴。对，在那个京都信苑饭店，当时，而且后来这个毛泽东的外孙女，她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怀念这个王光美奶奶啊，最后大家在一起吃饭的这个镜头。嗯哼，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包括这个张立凡先生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为儿子站台的原因，嗯啊，就是弥合毛刘两家的裂痕，向外界展示毛泽东和刘少奇始终是亲密的战友，这样呢就是把刘源日后的这个仕途同这种啊等于说这种价值观呢对接起来，不至于让人家对刘源这个人啊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嗯，哎，因为这个刘源他在文革当中遭受的那些灾难，他自己也有一个很深刻的回忆啊。这样呢，通过这一次欢宴，可能就把以前的那些沟沟坎坎就都抹平了。嗯，大家呢还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紧着一家人，就这么个状态。刘源的情况是这样，当年他实际上77年恢复高考，第一次高考的时候他的成绩不错，但是不录取他。他自己呢就去告，他就写了信去告，这个信一直转到了邓小平手里边，邓小平批示说这个孩子和父亲的应该是分开处理，他应该上学。结果刘源就去了一个非常不太好的学校，就是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那个是一个北京市教育局管的这个学校，去学历史。结果在刘源上学期间，刘少奇被平反了。好了，当年的这个清华大学后悔了，说当年没录取刘源，据说是、后悔，说要再把刘源给录取回去，说你可以转学到我们这儿来。刘源倒是蛮有骨气，说我不去，这个北京师范学院当年这个有恩于我，录取了我，我就在这儿学完，相当的有骨气。那么他，但是北京师范学院对他也不薄，在这个他毕业之前让他入了党。这爸爸一平反了以后，那刘源的身份马上就变了，而且结果他出去以后，很快的就去什么这个河南省的这个麒麟公社，去当这个党委副书记，那个官儿不大，副科级，但是一下子就开始走入这个仕途。那么，王光美把两家撮合在一起，那么高调的撮合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是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实际上是向这个毛派。因为当时邓实际上还是毛派，向毛派发出一个信号，说我们刘家并不反对共产党，
我们跟这个党跟主流是一致的，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非常明确。嗯，哎，就是说他实际上也，我刚才讲的嘛，他要把以前的那些沟沟坎坎都要抹平。嗯，因为从刘少奇平反以来，1981年啊，我们看过那个场面，就是把刘少奇的骨灰撒到这个江河里边嘛。对，对吧？那个场面是在当时看，就是看纪录片的话，大家是很感动的。是，因为刘少奇这个人呢，咱们这么说。刘少奇这个人，用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话讲，刘少奇在党内属于比较正派的人。这个话啊，从张闻天的老伴刘英口里说出来，挺不容易的。当然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张闻天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矛盾最深。对，当年张国焘在香港的时候，就有记者采访张国焘，他说：“你谈一谈党内这些大人物，中共党内这些大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张国焘说的第一段就是张闻天跟刘少奇关系特别不好。嗯，这刘英说过啊，1949年刘少奇批判张闻天，就把张闻天都给骂哭了。嗯，到这个程度啊，这都是刘英回忆的。刘英在他的那个回忆里边，甚至对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留任何情面。嗯啊，该说的地方他都说到了，但是他还是提到，他说刘少奇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嗯。哎，这说明呢，就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党内是有一定口碑的。嗯，哎，包括刘少奇这个中国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包括刘少奇身边关系最好的首推是彭真，啊，对，刘志丹的弟妹李建彤，因为小说刘志丹这个事情被抓起来，然后呢专案审查，李建彤老太太晚年出了本书。在这本书里，他把他最恨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骂了一通，嗯啊，挨个骂，没有一个人留情面。但唯独到彭真这儿，他给留了一句话，他说彭大个子啊，就指彭真，这个人还属于比较正派的，嗯。所以你看，刘少奇、彭真这两个人走到一起，也不是一点缘由都没有的，嗯哼。哎，所以刘少奇这个案子呢，本来大家是觉得真的很冤，真是冤到底的这个感觉。对，当然你说刘少奇当年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对，从而让毛掌舵中共，最终导致这文化大革命。如果从这个历史脉络上边来讲，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说法也不为过。对，不过具体说起来，刘少奇本身这个案子确实是很冤的。是，对，可是由于王光美的晚年的这一步棋，结果把大家对刘少奇，包括对他王光美身上的这些同情一扫而光，等于说，嗯，所以这么看起来，就是王光美晚年下的这步棋，他虽然是向党内示好，嗯啊，人家最关注的是党内高层这些人的态度，但是在民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当中，嗯，他们夫妇俩的形象再一次坍塌。是，是，据说他还这个不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假的，就是他跟这个辛凤霞还讲过说，啊，对，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嗯，是主席的，哎，对对对，这个辛凤霞呢就觉得说都把你丈夫给害死了，你还他好学生，你什么人呢你？你看辛凤霞他们这一家人啊，嗯，从这个吴曙光，对，到这个辛凤霞，到他的那个孩子吴双什么这些人哈，啊，他们说了很多事儿，最后证实他们说的都是真话。是，所以辛凤霞在这个问题上他没必要撒谎。对，对吧？哎，而且王光美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知道四清有一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对，这就是王光美搞出来的。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刘少奇确实是大捧王光美啊，虽然是毛泽东在后边，他是毛是故意啊让王光美出来啊让他跳，对吧，然后抓住王光美的这个辫子，进而收拾刘少奇，这是毛的一个绝招。对，但是王光美在那个时候在前台确实很风光，而且他的那个桃园经验，我们今天看四清，回顾四清运动，桃园经验搞人搞得真的很厉害的，对，把很多人整得非常惨。你像当时的江苏
省委第一书记姜卫青直接向毛泽东告御状啊，嗯，就是不满意桃园经验的。嗯哼，这个东西呢，本来是随着刘少奇冤案啊平反之后，大家就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可是王光美晚年这么一折腾，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不愉快的这一幕就给翻出来了。对，就是把过去刘少奇追随毛泽东、吹捧毛泽东、执行极左路线，有人说他比毛泽东还左还激进，这个把这段历史呢又重新就翻出来了。对啊，你看反右的时候呢，1957年反右的时候是讲过，就是打右派只打到大学生这一级啊。到了四清的时候，刘少奇提出来中学生也可以画右派。嗯哼，你看这一点就是刘少奇提出来就属于非常左了。对，我们知道那个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北京搞的最厉害的时候，要把一个正在筹备的中自联，就是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要当成反革命组织搞起来。这个事情报到邓小平那里以后呢，邓说了一句话，邓说中学生不能打反革命。嗯嗯，所以中自联这个事儿呢就给放下。嗯嗯，就说即便是在邓当后来搞到那么糟糕的程度，他也知道这中学生不能搞右派。嗯，这样的话呢牵扯面就太广了。 对， 对吧。哎，但是刘少奇当年在四清真的就是提出中学生也可以打右派。嗯，哎，不管这个话是究竟怎么来的，但是刘少奇确确实实说过这句话。嗯，所以你看大家从这个历史评价来看，从互联网上大家都能看到很多人对刘少奇的评价甚至都不如对林彪的评价。那当然，那当然。所以说林彪的案子现在是悬而未决。其实嗯，很多人都觉得刘少奇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他还啊跟这个林彪比还有问题。对，这个是咱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话题。是，那么当年这个王光美撮合刘毛两家这个和好，向外界展示这种关系，他想促进刘源的仕途，他的目的达到了吗？那不可能达到嘛，因为刘源的仕途呢，从河南省副省长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切断了。嗯，因为他当时在郑州当副市长，后来因缘实会，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后来这个人大代表呢把他推到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上。嗯，但是后来刘源就是在浙上那边呢，就是在河南省副省长这个位置上，据说啊是这个犯了一些错误啊，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啊，所以呢他就民转军了，就是从这个地方工作转到部队去工作了。嗯，这个过程实际上邓小平根本都没管。嗯，据说是王光美直接找的杨尚昆，杨尚昆过问把他调到武装警察部队水电部队去工作去了。对，所以你从这个例子里边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是这个万马争先，在80年代中期，这些干部子弟都纷纷被放到各行各业里啊，准备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而且当时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句话说，你在行政系统工作最容易出成绩，对，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呢，给你转到部队系统，这一下子就比别人在进步这方面就矮了半截了。对，所以你看他最后的职务其实也就是啊，反正就是安慰性的职务吧，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最后给了一届中央委员就结束了。对啊，实际上就是个正省级干部，最后退到人大，也就是省委书记退到人大的那个待遇嘛。对，他可能还不如其中一些这个省委书记，因为他只当了人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副主委嘛。副主委，副主委。嗯，哎，副主委，哎，你像有的省委书记甚至可以搞到主委。对，对吧？对，甚至有的省委书记还可以给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这种副国级的待遇。对，对不对？对，哎，但是他最后与这些东西都无缘。对，哎，所以这个
当然，这里边的因素是很多了，一句两句可能都说不清楚。不过，王嗯。光美最后的这一把努力呢，看来也没有起到他预期的那么大的效果。哎。那好，我们今天呢就谈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晚年的几件事，我们这次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温相先生，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李先生，谢谢大家。Yeah.